来精彩的演出，最强新班，啪啪欢迎！Thank you.
请了。文化节举办至今15年，中华新版请到的人民探访苏恩基，这站公交到底何用何妙又何值？连红太君唐通。城隍庙，它是2004-2016主办的神庙。城隍爷好棒棒，董事长叫廖鸿昌。接着介绍小鸡龙福成功，最稀奇，它是2009-2014-2016三年主办，了不起。主任委员叶腾吉，大家听着大叹气啊！新港红叶江，丹树庙名冠五大行，回去马祖迎接五帝接茶东，新港马祖李勇，地上这是大厦最南疆，丹树庙丹树庙金河湖，永宁海关是大厦马祖，那个爱国的。Thank you.
带来的。好。
但给你花董主席啊，你恭请桃园市长花董祝贺。那这个帅哪吒道具团啊，谢谢那的最 Q 神班哈，来主秀仙班的非常棒，演出再给他们一个热情掌声好不好？谢谢。来，还有我们的如花，对不对？我们也请给如花一个掌声。哇，好久没有出现的如花哈，这次呢为了我们李鹏一班发带完妈祖文化镇哈，来马是受邀哈，这回来到了很牛。市长来了，咱的市长稍等一下就到位咯。好，咱的咱即马咧等市长的时间，隆重向各位介绍，感谢有咱台中辛苦演奏的音乐老师，来自我们台湾曾经在明华园的首席编箫设计大师陈建成老师率领的文武场大乐队。哇，给予掌声。再来，我要介绍我们台湾最有名的大导演，今天如果没有他们，我们今天彩排马上演出，所以一定会有 NG， 然后演得不好的地方请各位多多包涵，我们都是一群非常年轻喜欢台湾歌仔戏的演员，然后为了今年妈祖娘娘的北台湾妈祖文化节，15年来我们第一次把水雀仙班集结在一起，我们希望有机会能够到各风炮去做巡回，甚至有机会我们回大陆到梅州妈祖的祖庙来朝圣演出，所以在这边感谢我的导演刘光鹏老师。台湾哦，明华园《白蛇传》水里来火里去的大导演就是我们的刘老师。然后接着介绍我们现场来自我们的南洋戏剧团沈东升老师。哦，还有我们的林周勋、林伯勋、简志文，还有我们的四海龙王，还有全体的演员，风很大，看到我的头发都在晃哦。我必须要转向，深深向大家一鞠躬，谢谢。最重要，感谢我们的剧本指导，来自我们板桥护国演艺宫，我们帅哪吒道具团的中坛元帅太子爷哈。所以在现在等待的时间，我把大会的时间，我们先布置要会相。是，那我们也谢谢我们的帅哪吒，我们的道具团，对对对对，好，我们请大家再给我们水雀仙班一个掌声好不好？谢谢，谢谢，哇，非常热情哈，透过了编导这个2018好兰发台湾妈祖文化镇，透过柳丹帅哪吒道具团与柳丹龙家将哈，这个非常棒的演出都能带给大家一种耳目一新，结合传统，结合创新，也把我们刚刚呢所有我们的宫庙哈唱明白，写在我们的剧本里面，真的有国语。有京剧，有客语，有台语，量身打造，为我们大会这一次的希望活动圆满成功。是的，所以当然我们也希望大家哈，哎，那时候在金庙需要的咱的最 Q 神班哈，也就是帅哪吒道具团呢，他们的演出记得可以叫我们的帅哪吒道具团，非常的用心，在每一出的剧当中，他都用心的编导，针对每一个宫庙不一样的特色，来刻画出不一样的剧码。谢谢。那我们在等待市场，同时呢，我们当然也希望所有现场的朋友，我们现场的朋友呢。